再讲杂技演员 ACE 礼包上架，应该也是一个新时装的样子吧？这个好超帅的 ACE， 然后最近的重点就是杂技演 ACE， 哎，那等于是一整套的啊，还有一个姿势，终于是现在有人上了，哇，太扯了，我竟然在线呢，感觉挂网，啊，谢敏怎么变成一只而已啊？举手救援。我这次负责调戏那个 boss 就好。那个网酒吧怎么玩呢？为什么他中文名称可以打日语？工厂哎、欸，其实我有点忘记这次怎么玩了，反正我要直接去耍那个 boss， 反正这戏我就是要速战速决啦哈，要跟我玩的就 play， 哎、欸，所以舞女应该是也是在耍 boss 的吧。根本看不到队友在哪。哦，对，他可以放。啊，对对对，啊，巫女在拆塔的哦。也不知道他是在拆塔的，说真的。哎，可是巫女的破译速度降低耶。啊 ，boss 怎么没有过来啦？真的很烦呢。哎，医生，我在跟你啊，你在干嘛？哎，我去救他，我去救他。反正这种游戏你玩到后面，他的速度会越来越快。他干嘛一直守着他？还被他暴击耶！
他真的很故意，他就是要蹲他，你知道吗？反正我逃走之后就可以了。哦，这对，你要放生他。